手秀的一样，有带了他们的限量的海报，要来送给我们新昌所有的朋友哦。我们等一下看哪一边尖叫声多，我们就往哪一边丢。啊，如果没有声音的哈，我们就不要往那一边丢哦哈。所以现场的朋友，有没有听到？等一下尖叫声多一点哦。来，哇，又，哇，厉害哦哈！中间这位到底有没有穿裤子？跟我讲一下，到底有没有？一定要穿哦！这一位也是我们车友哦，哦，很嗨，这样就对了哈、哦。来，哇哦！什么时候要丢啊？